主料野生鲫鱼500克，辅料葱姜蒜盐糖料酒辣椒老抽酱油豆瓣酱。做法一，鱼整理干净，放油里煎成两面金黄，放料酒去腥，加半碗清水，放姜料酒辣椒老抽酱油豆瓣酱，大火十分钟，放些葱花即可，味道真好。烹饪技巧，酱油放少点比较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